看看新闻网。大家好，我叫房亚，我是26岁，来自俄罗斯，我是摄影师。摄影师，你画的这个皮板，对我来说是代表世界，世界是本来是很乱，然后我在这个世界寻找美丽，对我来说这个很美丽。这俄罗斯的思维我确实没搞清楚，世界本来很乱，我在这个世界寻找美丽，你在乱中要寻求这美丽，这美丽是美吗？然后寻找到了美丽之后，你就发现乱就是一种美。你也可以这样说。有才艺吗？唱歌跳舞。其实我的才艺是我的 VCR。一位摄影师的 VCR。你好，我叫房亚，我是摄影师。我现在在广州开了工作室。我出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一个黑白的城市。从小玩摄影，喜欢艺术、电影、服装设计。离开后住过在洛杉矶，读过导演。到现在我生活里和作品里有一个矛盾，黑白还是多颜色。我觉得我是个视觉的人，我不喜欢逛街，不喜欢浪费时间，什么都不干，所以图书馆对我来说很舒服的地方。最美丽的服装是好身体，就是有空的时候很经常去健身房。比较喜欢独立的女生，有想法，对艺术和西方文化有了解，有风格的女生。一段 VCR 播完，女嘉宾投票情况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哦，来，有请。好，来看一下你喜欢的女嘉宾是几号呢？请按下她的号码。16个人。好，女嘉宾，请说第一印象。男嘉宾你好，你是俄罗斯人，能不能给我们带一段俄罗斯的民族歌曲，比如说《莫斯科交换的晚上》？其实我不会唱歌，我可以教你，比如说俄文一个绕口令。你要教他一句俄文，还是绕口令？Я тебя люблю。Я тебя люблю。再来一次。Я тебя люблю。Я тебя люблю。那个 люблю 有一点不对的 ，люблю。люблю。是。Я тебя люблю。我怎么发现我耳朵有问题呢？男嘉宾，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你应该是说在对，就我给你说这个意思。Я тебя люблю。没说对，他不告诉你意思。那完了。别的女生会吗？对，有会的。有会的。谁来？谁会？我们有一个研究世界语的黄可欣。Я тебя люблю。鸭子不对，也差一点。他就说鸭子很白，六六鸭子啊，这意思还有吗？现在10秒我来吧，这是中日混血的女孩。鸭子不对，这个很不错，哇，很棒哦。翻译一下什么意思？我爱你。你应该跟他说什么？不溜是吧？男嘉宾你好，你是来自于俄罗斯，然后大家都知道俄罗斯人的酒量很好，尤其是他们都喜欢喝那种烈酒，那我相信你的酒量也应该不错吧。其实老实说我不喝酒。你不喝酒？俄罗斯人我很少见到不喝酒，滴酒不沾。不喝酒，不抽烟。这是好习惯啊。怪不得你的身材可以保持得那么好。好，很帅，谢谢。男嘉宾你好，你穿裙子啦？其实我很啊、我很喜欢穿裙子，可是这个是不是裙子，是长衣而已。对，如果下面穿黑丝袜的话就是裙子，穿裤子就是长衣，对吧？差不多。我只想说艺术家的世界我们真的不懂，就我们女孩都穿着短袖短裙坐在上面，然后这位艺术家就带着厚厚的围脖上来了。不光是厚厚的围脖，这是毛呢的大衣，对吧，罗老师？对啊。您热吗？我不热，就是来这边，然后外面就是特别特别冷。要不我脱吗？
哎，我觉得你应该展示一下你的这身材。对，你知道吗？他里边穿这件衣服呢，恰恰是俄罗斯很多人愿意穿的衣服。他里面是皮牛皮，外面还穿一件毛呢大衣，然后我裹着这么厚的围脖。你看这身材。哎呀，男嘉宾，你刚走下来的时候，就是让我觉得，让我看到了美剧男主角的感觉，因为我最近也在看那个《吸血鬼日记》嘛，然后很帅。是，我是那个吸血鬼，对，吸血鬼日记。谢谢。刚才呢，因为没有才艺展示，所以用他的 VCR 来选择了这个美院嘉宾为他投票，所以呢，接下来的 VCR 我们就直接跳过来看一下男嘉宾扑克牌会显示什么内容。范雅呢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广告导演这个专业毕业，广漂的摄影师，他有着黑白与多彩的人生，为了生存而吃，害怕寒冷的俄罗斯人。中国地图他已经走了一半了，哦，很厉害啊，罗老师，我们可能都没走满一半啊。真是啊，你都走了哪些地方？能告诉我吗？其实比较容易说哪儿没去过。哦，那你说说哪儿没去过吧，也有道理。我没去过东北。东北没去过，还哪里没去过？青海。青海没去过啊，还有新疆，西藏去过了，去过，还有那个四川去过了，去过，云南去过了，去过，广西、贵州，对，广东，真了不起，广东你生活在那儿，真了不起，啊，福建，啊，对，我都去过了，湖南、湖北，去过，河南、河北，去过，您去地儿比可能在座很多姑娘去的都要多，真的真是这样，男嘉宾，你现在住在广州嘛？是你会讲广东话吗？我唔识讲广东话，咁你又讲，讲广东话，少少，少少。男嘉宾，我也就会一句广州话，想对你说。好。我中意你啊，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你能听得懂吗？可以中意你啊，我中意你啊。我们都听明白了。不要说了，他听不懂了，我们知道就是。好。男嘉宾你好，那个，我看你上面说你是摄影师，那因为我之前也有做过模特，你建议现场给我来两张你的大片吗？现在拍东西，有相机吗？因为我没带我的相机，应该要调一下。跟摄影师沟通啊，我觉得还是用作品拍照片，摄影师跟模特之间的关系马上会处理得特别亲密啊。来，张丹妮，这是我们现场估计个头最高的女生。好了，我觉得他帮我拍照好幸福啊。我们来一起通过照片看一看摄影作品。生意还不错，收入也还可以，还可以。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为这位帅哥来投票。下一轮如果继续想了解他，请支持他。来，三、二、一。来，翻开后两张扑克牌。上演了谈过三次恋爱。哎呦，找的这个三次的女生是三个国家，一个是俄罗斯啊，有法国，还有一个混血儿。而且三个国家女生呢都有艺术情怀，而且绝不吵架。那现在希望找这个女生呢，叫喜欢有自己的风格啊，这个爱学习，会改变，有理想的女生。你好。我想问一下，说恋爱三次都有艺术情怀，你是喜欢有艺术情怀的女生还是不喜欢？艺术我觉得有好多方面，是比如说打扮好也是艺术，是吗？就打扮好也算艺术，算是吧，穿着打扮的也算。那你他这三个艺术是有专门的艺术专长吗？比如说和你一样当导演的，搞歌唱的，画画的，都有。哦，你是特别愿意挑这样的女生去交往？我其实喜欢有好多爱好的女生，一个人只有没有爱好的话，就是太无趣了，平淡的哦，没意思。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跟你女朋友是本来就不吵架，还是你在恋爱中不喜欢吵架？其实如果是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应该是人应该讲道理，吵架我觉得无用，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理解，但是我想说人肯定会有情绪啊什么的，就那如果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做得很不好，那我一下子火气很大上就是爆发，我在那里吼，你就看着我嘛，
怕，就是如果是有人爆发的话，我就是走，就是去走玩，给我的朋友玩去，我不知道，就是反正走就是走慢而已。就你吵架他就走了，他刚刚说我自己跟他吵架，他去跟他朋友玩了。对了，他不跟你吵。好，来，如果想继续选择为他投票了啊，各位准备一下，来三二一。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请你跟女孩子说说你在选择女朋友的时候不能接受一些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样的女孩子你不喜欢。不吵架。哦，喜欢吵架的请翻牌。不喜欢吵架，不要吵架。对，不喜欢吵架。那如果喜欢吵架的就请把牌翻过去。这个挺讨厌，中国好多年轻女孩她就是喜欢吵架。她就吵架是乐趣。哎，她就吵架是沟通，吵架是了解。好，来下一个要求。对艺术有感兴趣。如果对艺术不感兴趣请翻牌。还有吗？没有。那还有两位为他留牌，你们两位是要选择吗？来，有请。杨嘉宾你好，我叫严恩炫，我来自台湾。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你是觉得真的还蛮帅的。那我现在是在上海工作，然后做的是化妆品行业，又知道你是个摄影师，因为我以前是化妆师，我在 Vancouver 的时候就做一些像 fashion show 的，所以我想说我们应该算是同性质行业的，有机会的话希望你可以来台湾多玩几次。男嘉宾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丹妮，今年25岁，我也是上海人。我想说你是摄影师，我之前是模特，你的工作性质应该我也可以体谅谅解。然后呢，我一直跟自己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没有人愿意陪我颠沛流离，那么我自己愿意做我自己的太阳。现在我想跟你说，如果没有人愿意陪你颠沛流离，那我愿意做你的太阳。好，那你想选择吗？我觉得其实女人很漂亮，可是我之前有，我就是有一个女朋友是模特，然后我其实不喜欢这种交往给一些就是模特，很多以前做模特的人觉得这种有一个偏见，不好意思。谢谢。好，严先生，来自宝岛台湾。你好，就是我去过台湾，是超级很舒服的地方，然后我很喜欢。可是我就是差不多来个舞台上的时候，就是一点儿都没有了解。其实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完全是陌生人的话，就是不好意思。没有关系，谢谢。谢谢你啊。哎呦，谢谢你们选我。你刚才在手机上选择一个人，这个人你还要选吗？那来这就选呗。选一下。好，来，有请十号唐慧。你好。你好。对我来说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个一个很温柔一个独立的人。其实你是东北的人，就是我了解那边很冷，然后就在北京。其实中国北京我是最喜欢的城市，可是我受不了冬天。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绍南方的气候啊，反正我想给你表白，我喜欢你。大学的时候我认识很多俄罗斯来的留学生，然后也跟一些人有过接触，我觉得文化差异的一方面确实存在，当然，然后地域的差异也是一方面，因为我现在现在包括到以后的几年我可能还是要在东北包括北京这方面这边生活的，暂时没有想过要去到南方，就是现在不太适合在一起。了解。
好，谢谢，谢谢，谢谢。来，虽然没牵手成功，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给你。来，是我们中国首部交友派对式情感喜剧《百里挑一》的舞台剧版的门票，谢谢。好，谢谢。